现在为大家做一个那个番外篇，番外篇就是 Ghost 那个搭配的示范。对，基本上这个还蛮简单的，蛮简单的。对，因为它就是这个是鹿皮绳，然后这个就是羽毛的那个坠子，然后它就是可以把它挂在绳上，然后再挂在脖子上，用一些粘串珠去搭配，然后串珠可能就是像就是有白星红珠的琉璃珠，嗯，这是比较常见的 Ghost 会去做搭配的一个。那像它这个是他们这个品牌的东西吗？它这个就是 Ghost 的东西吗？这个俗称叫贸易珠，它就是印第安人会佩戴的珠，嗯，所以它不一定是哪一个品牌特别，你没有，你其他的也可以搭配。它是很常看到的印第安的，就是元素。对，它这个算是外来的，就是可能是从欧洲那边，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拿破仑发现新大陆，带过去他们那边，然后变成他后来他们就把它放在他们饰品上面这样。你看这个洞有多小，这绳子这么粗嘞。它我们就是像如果我们要去穿的话，我们就会肯定会在这个绳口，我们可以先用小剪刀先修剪它，让它变得比较细。哦，所以要先，我想说，要不然这个比阿嬷老花眼穿针还要难穿。这样讲阿嬷对吗？这条绳子也应该是不离阿鬼，这样剪心疼，一剪啊，我咋抠个毛啊？不会，那一刀还一百六十块又没了，这个刚讲到一百多了，这不会很贵啊？不会吗？这Ghost的皮绳，它的特点是它们双面都是真皮。因为一般你在市面上看到可能里面正皮是反皮，啊，对，是这样。对，然后像Ghost它就是把正皮削掉，它就变两面都是反皮，所以它粗粗的啦，所以它质感会比较统一，会比较好。哦，然后过去，哇，对，这是你的蓝色，天蓝色，藏蓝色，不是青蓝色。应该有点蓝色啦，不管就蓝色啦。对，这个颜色在这种银饰里面用很多，尤其是Ghost用很多，因为它好像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它很像那种土耳其石的颜色。对，土耳其蓝。对啊 ，B&W 土耳其蓝，大概这很像这样的颜色。对，没错。正确来说应该叫松石啊，松石，绿松，青松石这种。对，哦，因为松石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产地的，它每个产地所产出来的感觉。所以你看它像一个饰品哈，你看像一个饰品，像这个小哥身上它搭配的就是银链，那你要用这个搭配银链也可以，对，哦，那可能就会是比较精致的感觉，但是更多人啊，更多包含很多潮人明星，他们喜欢搭配这种皮绳，啊，因为它会更有它这个银饰原始的这种印第安风格的，稍微没那么精致，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，哦，这就是。为什么现在很多艺人会戴很多银饰的原因？因为它太好搭配了。皮绳它的好处是说，它在于搭配上面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啊，哦，而且你可以这旁边你就可以自己搭，哎。对，像我这个中间就是加了一颗银珠，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搭配。这样，像它像Ghost它有出很多小坠饰，你可以把它放在旁边。对，比较小的羽毛可以放在旁边，就可能会像这个样子，比较多羽毛的，就是，比较多羽毛。对，这戴起来人家。不讲，但你戴起来，你去美国，他想看到你，马上跟你鞠躬，因为是酋长，头上插很多羽毛，因为是酋长。我跟你讲，对，你看印第安那个图腾不是就有很多那种侧面，然后就是很多羽毛嘛，对，所以羽毛就是他们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特征。像我以前最早接触到日本流行服饰的话，应该是牛仔裤。很多人都是从因为对 我们这个年纪也是木村，以前很爱买的，也就是看木村 LVC 啦，或是早期的 Neighborhood 啊，5501啊，66501啦，我以前都有。对，可那其实都是来自于美国的东西，日本人把它变得很帅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像以前木村拓哉穿那个 Red Wing 工作靴，也是美国的东西啊，然后穿那种大方格的那种这个法兰绒的衬衫，不管里面有没有铺棉，有的比较薄，的比较厚，那是美国伐木工人在穿的好吗？对啊，牛仔裤啊，工作靴，然后那种方格，或是那个领子上面有翻毛，有没有一圈毛那种很保暖的那种外套，那其实是美国那种工人在穿的。对，牛仔裤是谁在穿的？当然是牛仔啊，不然难道上班族吗？所以那些其实都是美式文化，可它到了日本之后，就是日本的发扬光大。我们也可以自己发展银饰啊，对不对？没事套个妈祖啊，关公的小头在旁边，那马戏没派啊，对吧？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如果你觉得太长，就后面可以拉一下，就变得。哦 ，OK。哎呀，哎呀，各位，好啦，今天最小一个了，谢谢。来，东西收一收了。好。
认真，认真。您是不是忘了上次？偷偷去拍个照。没有，你认真我就认真，我就。我跟你讲啦，好了，虽然我们就一天交情，我本来想说，你看人跟人的好交情比不上一条项链呐。我想说，哎，算了，我们交情就一天。我可以跟制作摊位讨论。我不是讨论啊，不是讨论，不是。各位看一下，王美都要这样子，哎，你看，没有啦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项链，哇，真的是超级美的，哦。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搭配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风格就是可以走简单一点。对，我喜欢这样，我觉得旁边太多珠珠反而是怪。哦，但你看，我就刚刚说很流行这种，有没有？如果你把它也穿在上面的话，它整个就是哇，非常有这种美式印第安传统的感觉，但是又有那种日本工匠的职人精致的精神在里面。哦，好啦，谢谢啦。我本来想自己试试看，可是我刚刚就讲了，他这个剪一刀50，啊，就稍微大刀一把，太可怕。我想我在一小心不小心一剪，500块就没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小一哥帮我们示范，然后这样的影视，迷人，真的很迷人。但是如果你入坑的话，代价不小。好，好啦，谢谢小一哥，感谢感谢，谢谢，再次感谢，真的感谢。好，拜。